这次 Langer 我 Zoom 为 8M 的呈现必定会让你更为兴奋，来自 LM847 的灵感。同样以 Master TV8 引擎为动力核心，排气量为 4700cc 的恐怖数据。虽然在外观上无法明显辨向何处有玛莎拉蒂的踪影，但当引擎发动，那排气怒吼确实是货真价实的 V8 动力怪物。车头正面采用 LED 双灯，线条锐利凶猛，车头下方则是配置了大面积的水箱护罩，血盆大口的造型也使 Zoom V8M 看起来更加的恶气昭彰。接着是轮胎的部分，这也是 Zoom V8M 的特色所在。为了呼应那狂暴的动力输出所打造的并列后轮，加上460匹马力与705牛顿米的扭力，账面数据怎么看都像是一台旗舰轿跑车的排场。而车体选用的是超跑等级的碳纤维车架，不过相较于车架的战斗感，坐垫上所选用的皮革反而衬托出另一种奢华质感的印象。 Alcantara Level Paris 的坐垫皮革永远都在凶狠的三叉剪之中，给了你一些沉稳与上流格调，你几乎会忘记 Zoom V8M 是一台摩托车，更像是从未来世界降临的异形车种。当你醉心于欣赏它的同时，别忘了它可是拥有460匹 V8 引擎的三轮恶兽呀。虽然是摩托车的外观，但动力核心却是货真价实的 Most Team。